常感谢咱本省啊，咱个江村乡管理委员会安尼这个热情个接待啊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大家热情啊，咱个天上圣庙啊，来往着本省啊来回乡。那个以后啊，搁再多啊来到咱本省啊来回乡，相信啊咱个圣母啊，甲咱本省啊咱本省妈祖啊，一定会来祝福更正常，会来庇佑啊咱水宝地。啊，甲咱所有参与啊，所有工作人员，平安平安啊，事事如意，万事如意。财团法人财运中董事长吴坚海全体张干事啊，而且非常感恩的感谢，非常感谢，也感谢贵宝地各方户咱的善心大德，拢庇佑着咱的青地素果，啊来供应着咱财源妈祖，咱的财源妈祖太平啊，有甲你感恩，非常感恩。一定会庇佑咱所有，啊咱贵宝地。Thank you.